我一个人帮都供得上。供得上。嗯。这好快呀、啊，这个。这还不快，年轻人包的还快。这叶子，你看，这都薄的很。你看扔到印到钱上面，你看。你看呢，这钱上的字儿，这好吧，啥都透明的。这一碗大概是多少个呀？那个小碗有个24个，大碗36个。我们经常拿锄给敲的很呐，我们挑的都还没锄去拿，人都站满了，人都在那儿等着。一起，每天只要锄给了一起买完。厦门市的小娃都吃我们这钱庄长大的多的很。40多岁的都因他的外头来，我们先都吃爷爷亲囊长大的，我也认不得人家，人家记得我们人太多了，我明年80岁。哦，明年80。这是我媳妇，儿子，嗯，他们香港我没得办法，中间我们也有一个时间没走，爷爷传下来了，对，我是第3代，嗯，儿媳妇是第4代，嗯，对。我们原来都会走，这样的看20斤呐、23斤呐都有，都是我一个人。你看我能走好些，我早一起来了都，从来早一没吃过早饭，起来都赶紧要去割肉。虽然说肉少，你要等，还要找熟人，什么一点费力都没得，带点费力，都我们自己吃了，都是夹缝。要你们看后院肉瘦肉多好，不要那软些。不是说做你做啥的要吃死，你们你像那肉要弄点啥东西这不好啊，人一吃都知道。眼是管饱足，嘴是靠近吃，对吧？你要不好吃，你看那小孩一点点不会说，他到别处吃清汤他不好吃，来这儿一碗吃的光光的。都有在那很，这叶子，你看这都薄的很。你看扔到印到钱上面，你看，你看呢，这钱上的字儿，这好吧，啥都透明的，对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吧？馅儿里面也没有姜啊什么，没有，没的，都是纯瘦肉。佐料都在汤里边，这馅儿里边光都放点盐，猪油，是我们自己配的调料。最开始都是一毛二，一毛二，1毛5，那时候面才7分钱一碗，那都不便宜嘛。嗯，都不便宜，都是说一点肉。这疫情这肉涨价，我们也没有涨，也没有涨。基本上都是你看，经常卖的人，我们在经常有这一点，用零点也好。抓的好，你看我们原来家用，我们原来用的家家的这我都长20-30一壶，我们天哪用不起。你看，我们都是用的海天的，其他的我们不用砸盆儿去等些。清汤是湖北襄阳的经典小吃。
碗也就是还要吃点别的是吧？像啊，那他们再炒点干的嘛。像早晨来基本上点清汤那种。西湖庄一直也没有一个门招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对，这都招牌。在襄阳别的地方看不到这条子。嗯，是。